发展风林，保持的颜色，台湾青岛青山玫瑰完整的养老群。对新竹嘉义风林的王春莲同爱芳爱芳的养老，改造各有特色的民宿，还用创新的东埔绿茶结合杨埔屯养老生态之力，带出沙崎的文化特色，民宿也变作沙崎的联络中心。来看那是王春莲的故事。下注时节，花莲枫林太阳里的沙溪阿妹，偷偷酿造吃不腻。将苏帕煎开，放入锅度去煮，用枫林沙溪阿妹最近转型头的好个样布。从这样吼，做家长吼，嘿，我做一做饭，伊那夹派吼，夹味夹派吼。就多发出来了。吃不腌是吹起吃不地度用出来的色素，变作腌制，再将拍摄布料煮腌上色。腌制过程没产生有害环境和人体抗菌的废水，加烫沙头、加蔬菜，莫计较基本图案的形呢做好诶。你只要对腌料撒去吼，伊做得啦，因为腌料撒去冻到熟的啊，所以就想吼，大家吼就送念结果吼，就讲做得腌料咧做困啦，腌撒去妈妈们搭上就安逸死无，都一大家都参加，啊参加做了，这做这就痴迷啦，啊结果呢有只店啊，啊等于讲撒去就签只店。带点撒去做系一件养老民宿的五主人王春莲，佮系新中人。本来到台北某一公司上班，先生喺枫林县，为了照顾九十零岁阿爸，归枫林搬转枫林来吃。据小林讲，系本先生偏转来嘢。我其实同佢讲，做咗两片啦，做河猫，我讲今日要跳楼帮佢做啊，我做个办公桌，今日要跳楼帮佢做。佢学我跳楼，千下就弄回错办公桌，老你重用，我用做对猫，想想啊，老人家咪按倒水啊，啊，佢佢系有长子，将来照顾嘛运动嘅啊，我是讲好。我就是100%信任他，然后就是我不会限制他怎么样，就是他想要去发挥还是怎样，我们就是充分的支持他这样子。也是全台湾第一间养老民宿，掌镇枫林的世界，几款动物卡养老，落落靠靠，竹筒先生一铺一铺的，托后生打造自家梦想。然后系跳过的门啊，佮做人的外门啊，你看佮好矮哦，好发哦哈，然后袂死，然后袂摸中风，看伊出来。啊，透过人类，我们东挡系玻璃，下背系嗰种嘅木板，好，我们啊看住多地板一样。发养老唔困难，困难的系几种行业，我要容易拆贴成分咯。枫林有七成客家嘅行业，按多个先生系较少数嘅好老人，故说佢当初见咧参加沙溪发通，本次家变做沙溪主要成员。佮学对阿点沙溪有硬件性啦吼。啊，佮特别呢吼，就系讲就银行落来吼，佮就喜爱点沙溪。妈妈讲，除了在田书以外，还喏创造生机啦，帮阿点添一啲咧千层啦吼。大家既有千层，大家都有千层。啊，像按到行业，按恁在做客家的东西嘛，以后啊，开始找到我哋社区咯吼，开始吼是很记得出来跳舞啊，像出来老弱妇孺，大家从下聊，怎样聊出感情啊？大家从下做了都有 DIY 的东西，不然下落来，你客家装在做红，你客家人的东西，你用不用做来？王春莲亲本朋友陈说咧，系将天通某大嘅擂茶功力，佢要出东埔嘅客家擂茶特色。你下家你样累对吗？都坐在床上过落去，好像今夜里来是呀是新夜，打扮那有什么？打扮那有什么？你下家你同个原住民朋友来俩做诶，时阵哈有吗？哈，是做在唱个原住民歌曲有吗？记得哈比较好卖啊，去做一款有嘛个区别哈？去做就说那乱斗呀，那要嘿呀嘿，有没有？除了做特色台湾菜、四川菜同客家料理，今日发现
丰年擂茶无穷样，西部系甜的，东埔家的一米变做咸的擂茶。最重要是你要冇穷样是你要你要按落吃五家，哈，你要注意哦，你要偏黑干因哈，佮又吃擂茶，又每天当日在做擂茶，又吃擂茶，佮我面前我总会挑两种按落吃五家。丰年是喺东埔炎热的主要山体，也很保存四十栋客家炎热，亲手还看得到完整有四种的炎热，沙起吃饭的力量发挥也好高。事实上，对擂茶 DIY， 结合两不同炎热生态之力，王春莲要带出沙起文化特色。我是慢慢推展了，爱你客家的那种的擂茶，哈，啊，渐渐又做爱你的染布，哈，啊，做爱你的客家人的糍粑。韩国最重要，哎，你客家人聊两片，总要时时当见哦。放得干嘛当大嫂啊，还是开始统一他去聊。真的吼，像了政府做的补助啊嘞吼，因为一年一年吼，就进发风采，发点基本都风采啦。一年一年都进发，进发的，进发的，就进少咯。头个吼，你啊传的都住有三十人间哦，这传都哦。一大批人口结构高龄化，交通街达五山地都，住一类65岁以上的老人家。王春莲新年喺本丰年老人家认同起来，创造出生机同商机。有生意冇白做，铁路哎，你老人家们要加用储蓄啦，哈！一做起都系半年行来，做得后来哎，你文化定来会哈，不然哎，该种客家文化推展出去呀。问得哎，你小姑讲咩讲？老人家是冇好冇用，咪做得传道钱啊，生活咪咩讲都无聊枯燥啊。银行来，主要银行来唔系多下少，哦，还是现将妈妈吐出去聊，我吐出去搞，我是做乜嘅？茶家有适合做，茶家做得打。王春莲演了民俗，就像杭州沙溪阿妹转运站，阿本越来越多人的丰年有吉祥诶。一路系一礼拜嘅客家新闻插子，刚才睇下嘅书刊，法莲富里做田村，也按多年来推动沙草沙溪边啊冇穷用诶，更加村民还会穷下下村市，下礼拜穷下来看，眼内再飞。